好的，大家好，我是 CK 啊，今天我在外面，所以需要戴这一个 mask 啦。OK，谢谢大家今天上来我们这个新产品的这个分享会。这样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是这个 Unimate，大家听得到我讲话哦？OK，Unimate 这个马黛茶这样刚好这个新产品有在我们马来西亚已经上市了。然后所以在那个 office 或者是我们讲说上网都可以买得到。像新加坡方面的话，你们之前都已经有这个产品，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啦。就是我们这个马黛茶，其实它的那个功能其实非常的强大。这样有在我们讲说情绪方面它就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然后还有就是帮助我们得到更多的耐力和坚持力。还有就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脑功能的那个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这样子，然后专注力啊，还有我们整体的健康哦，我们新陈代谢啊，燃烧脂肪之类的哦。好，OK，现在我们接下来就我们欢迎 Claudia 为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马黛茶的这个就是这个产品的好处。好，有请我们 Claudia。好，谢谢CK，刚才那个 introduction，我的 introduction just now，OK，so 我接下来就想就跟大家讲个 hello，大家晚上好，今天其实我很荣幸能够以华语来表达今天的新产品上市啊，我们之前全部做的都是英文版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们就是特别要支持啊，我们讲中文的朋友们来，就是特别在举办今天的这个活动啊，而且呢，在马来西亚的朋友们都等了这个 Unimate 也等了好久了，对吗？所以很高兴就是终于有这个机会展现给大家，那我相信现在这个时代大家也认同，我们不可以没有电话，好。啊，我们去哪里嘞？不管我们是起床嘞、睡觉都好嘞、去厕所嘞、去冲凉嘞，我们都会把电话带在身上的，是不是？电话已经是好像我们身为我们一种安全感啊！啊，我们去哪里哦？shopping 啊，去哪里买东西啊？我们都可以用电子钱包来付钱啊！以前哪里有这样子的东西的？而且现在要去哪里，不用说怕，哎呦，会去很远啦，又好像很害怕这样啊。现在我们就有 Google 或者那个 Waze 来带领我们。所以我觉得呢，使用手机现在已经当成一种我们很常用的一个习惯了哦。而且使用手机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很容易上瘾的。啊，我这个上瘾是指这怎样的一种上瘾嘞？啊，不是毒品那种上瘾啦。啊，给我说明一下啦。我相信大家是有看过，身边有一些人哦，就可以很上瘾的去玩那个 game 啊，电动游戏啊。他们就是哦，就算是跟你对话哦，眼睛没有看着你的哦，眼睛一直滑手机，不过就是在跟你谈天的。啊，有时候甚至啊走路啊，有时候甚至教菜啊，都是这样子看着手机的哦。啊，可能你觉得你没有对电子游戏有那么的那种上瘾，不过我相信大家哦，每20分钟啦，都会觉得诶，就是很想要把电话拿出来看一下的哦。哦，不管是多么忙啊，或者得空啊。动不动哦，每10到15分钟一定要拿电话看一下子的哦，啊，就算是没有信息都好，都要看一下那个时间啊，就是一种，就是那个动作，那个习惯哦。所以我觉得电话已经当成我们现代人很重要的一个物品了，啊，但是当我们每次玩电话的时候嘞，很多人不知道哦，其实哦，我们身体会产生一种激素啊，这个东西呢就会一直刺激我们，尤其是我们脑部。所以它使到现在，我们的头脑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冷静下来，所以它一直在一个很积极的状态下。
而且知道咯，我们人生其实也是有很多问题的嘛，不只是玩电话咯，我们也是有就是家庭的问题啊，经济那方面啊，现在又有 COVID-19，而且在事业上又有很多压力啊。那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些全部因素组合一起的话哦，它就会成为一个我们人身上很大的压力，它是大到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无法能够承受的那种压力，所以哦，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很容易见到哦，我相信大家也是有身边的朋友或者自己哦，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慌，很紧张，有时候哦，华人就是很喜欢要冲啊，要快，不过其实这个紧张的感觉哦，对我们身体是很不好的，它会弄到你心跳加速啊，弄到我们身体的某一些器官。开始就是会有发一点毛病这样子哦，但我们的身体就一直在这个很有压力的状况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如果我们就是在那个焦虑那方面没有去解决那个问题哦，久而久之就会有忧郁症，而且就会有失眠啊，还没有睡之前呢，就会想到明天的东西了。哦，明天我要怎样？这个，想到很多问题要去哦，还没有发生都已经想这么多问题了，是不是？而且我们因为一直刺激我们的脑部哦，所以弄到还会开始损伤。而且当如果一个人有情绪那边的困扰哦，你能够看到的，他的免疫系统一定会跟着下降。就比如这个人很常生病。而且生病哦，不是一次两次那种，是会一直生病的哦。而且哦，这个人的身体里面开始会有很多发炎的那个症状出现，发炎的症状出现。所以，因为是这个压力已经使到全部人的心里都已经有点困扰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可以怎样去解脱压力这件事。所以，当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东西？就会想要去喝杯咖啡咯，对不对？喝了就是觉得会比较开心一点然后就是很喜欢去 data 喝这个 data rate 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去妈妈档不叫一个 data rate 嘞，是很觉得很奇怪的，心很不安心这样子的，就我一定要叫一个 data rate 来喝才在妈妈嘛，是不是？汽水啊，而且哦，我觉得现代人哦。就算是有经济问题哦，但是在食物那方面哦，是很舍得花钱的，真的。你看呢，我们马来西亚人来比啦，一杯珍珠奶茶是至少7、8块了，这个是比我们一碗面还要贵的咯。不过哦，你看人家就是你去逛街，一定会看到有人喝这杯东西的，一般有经济的问题都是这样子。哦，of course 甜点啊，就是像这种快餐哦，因为快而且就是很好吃这样子嘛。所以，我们很常就是会去接触到我们外来的这些因素哦，会导到我们现在人体哦，已经开始会有这种现代的都市病。以前呢有这种问题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到处都很容易看到哦，某一些人一定会有，其中就是体重问题、心脏病血糖问题，然后有多种癌症这些全部病状其实就是来自我们的我们的 lifestyle 咯，我们吃的那方面，它严重到呢，现在是全世界71%的死亡率而且这个死亡率是死于不会传染的疾病而导致的，而且哦，在这71%里面都是年轻人，这八七十一八仙啊，80%是年轻人，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也真的是变得不只是严重，它是严重到很快啊。以前呢，有好像年轻人会死于这种病症的，年轻人呢，就是说我我也不觉得我很老啦，所以听来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reality 现在哦。那 UNICD 在这20年前都已经预知这个情况是会发生的，他已经知道就是说我们人类未来会面对的什么挑战。无论是健康那方面或者心理那方面，所以在这二十年以在这二十年呢，我们就是
很努力的要去研发新的产品啊，要找新的科技来帮助全部人能够应付，可以有效的把我们这些现在生活那种挑战就可以解决掉样子咯。嗯，这样在我们的科学家 OK 在研发新的科技的那个期间，他们就遇到了这班原住民啊。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科学家对他们这么有兴趣呢？因为他们就是发觉到哦，这些原住民哦，总是脸在挂着这个很灿烂的笑容，懂吗？他那种笑容哦，跟我们现代人的那种 happy 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哦。而且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可能？因为他们生活是很困难的，懂吗？他们是常常要搬迁。而且他们也是很容易患上疾病的，知道吗？他们一生病哦，没有像我们现代的人哦这么方便，知道吗？走几步路，驾一下车就是可以去 clinic 看医生了，是不是？而且如果要进院的话，哇，现在医院给我们怎样的服务哦？很像酒店那种服务了，懂吗？哇，虽然是很贵啦，不过 service 来讲的话哦，哇，给你一个房间，你睡要怎样都可以，你要吃怎样都可以哦。我想象到他们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科技的，懂吗？医疗那方面啊。不过虽然是我们现代人哦，生活是比他们舒适很多，不过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活得很开心啊。所以我们科学家就觉得很好奇，到底那个秘诀是什么啊？所以他们就找到哦，他们就观察了哦，看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是怎样的，所以他们就注意到哦，这班原住民每一次手上会拿这个饮料啊，然后他们就是很喜欢呢，就是爽爽只喝一杯，如果有聚会的话哦，就一定会享用一杯这个马黛茶的啊。它就好像如我们华人哦，很喜欢喝咖啡，很喜欢喝中国茶这样子啦。OK， 只是分别是在哦，他们这个越喝了哎，反正笑得越灿烂；我们喝了哎，反正越多问题越来越糟哦。而且这个茶哦，我们就是想要去找咯，看哪里有的找到这个茶啦。我们发现到只是在美国的这个地区，在 Paraguay 的旁边呢，只是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而已啊，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那没有办法咯，我们就特地跑到这个地方，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那个 plantation center 啦啊，我们自己种的这个马黛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有想尽办法要如何就是把那个茶产生到很好啊。在我们这个茶叶不是我们好像我们普通提茶的那种方式啊，不像我们普通那种茶这么容易这么简单就可以采集下来的，我们必须要把它经过一个五个不一样的阶段啊。我们就是要 make sure 的，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是能够带出第一那个效果一定要在，而且第二它一定要品质高，然后第三它一定要是可以安全的被使用啊。所以呢，就算是有五个步骤哦，不过我们 Unicity 我们还是很加速的啊，我们就要还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样我们就有请了一个Switzerland 的那些科学家啊，跟他们一起合作。所以我们这个全部合起来呢，能够给大家最好的产品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压力哦，其实会消灭我们的脑细胞的嘞。其实哦，等我听说有这个东西会发生的，我其实觉得有点恐怖啦。它是可以破坏我们的神经细胞，而且这个神经细胞是帮助我们调理，就是能够自我调整我们自己的情绪，而且在学习跟记忆那方面也是带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有没有试过啊，自己好像东西啦，原本就是放在桌子上的，明明是放在桌子上的，不过你一转身哦，突然间那个东西是找不到的啊，不管是什么东西啦，眼镜都好啦，钱包啦哦，就是让我回想起哦，有一阵时期我就是很常忘记我东西放哪里的，而且很多东西人家交代我做的哦，就是会忘记的啊，然后回想起来，哎，那个时候的确真的是就比较有压力的那个时期了，就觉得哎，真的是无法能够真的是很好的去把东西记下来啊。而且哦，它有压力会影响到我们神经细胞再生能力啊。哎，你想象一下哦，如果我们的脑部不能够
自我回复啊，其实是很危险的嘞。意思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大脑是会收缩的嘞。我是有听过海绵收缩啦，没有听过我脑部是会收缩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呢，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我觉得哦，不要我的大脑收缩，而且。因为如果我们不收缩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白剂啊，这个含量也是会开始减少啊。那这个对我们会有什么效应呢？就是我们决策那方面呢，给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情绪那方面也是会失去控制哦。然后那一天我是有就是跟我舅舅是有聊一下天，他就我们认识他，知道他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来的。啊、是一个很慷慨的一个人啊，有什么事情都会帮助我们，而且他都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语气也是很温柔的。不过他就是有讲，最近不懂为什么事情，就算是有小小的事情发生啊，比如说好像如果、环境看起来比较乱一点啊，或者好像书排到不齐哦，哇，他觉得他里面好像哦已经不能够控制啊。他讲以前这种东西他一定是可以 handle 的嘛，就不会觉得You know, 哇要爆炸这样哦。他讲现在哦，就是听我阿姨跟他一起住哦，就是讲他哇现在脾气很坏哦，一点点事情啊哇就发脾气了知道吗。然后我舅舅也是讲哦，是的话讲他的脾气不为什么最近就是变得很暴躁啊。所以压力这件事情不可以看轻他懂吗？因为哦他是可以把一个人很好很有耐心的人哦，把他变成一个情绪可以很暴躁的嘞。所以刚才我们学到全部这些东西是会影响我们脑部的，所以有什么东西什么维生素是可以帮助保护我们的头脑的呢？像科学家就遇到这个营养素叫做绿原酸、啊、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老人会有老人痴呆症、啊、这个老人痴呆症呢其实是来自于脑部、哦、有一种胶素、啊、这个胶素其实、哦、是会使到他们的脑部啊开始是退化啊，那个脑力是开始退化。那很多科学家现在啊，他们是发现到，诶，好像越来越多年轻的人啊，就算不是老年人，就是已经开始有那种胶素在头脑里面了嘞。那他们就想，哦，如果有这个现象，他们就在发觉到这个绿原酸原来是可以，就是。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担心压力会对我们就是怎样会危害我们的那个脑部咯，所以它会好像会保护我们的脑部咯。嗯，除此之外，在这个实验上科学家也是寻找到 OK 这个绿原酸也是可以帮忙增强我们新陈代谢，保护我们的心脏、肝脏，哇，抗癌又抗氧化又抗酶又抗这个抗那个，全部这些东西都八嘎料给你嘞，哦，极好是不是？而且还没有讲完，它这个绿原酸可以改善情绪啊。刚才我想要强调情绪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反而可能不懂是不是我的华人啊，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好像不重要这样子。啊，觉得如果我们表现情绪，就是说我们很脆弱，是不是？不过其实真正如果我们很仔细的看某些社会的问题哦，其实很多就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心理不平衡啊，导致到他们情绪有很多困扰，哦，就不能够接纳就是生活上面对的那些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再去仔细看那个比较有情绪问题的人哦，他们也是。身边的朋友也是会开始就是远离那个人的啊，他们就会好像很怕啦，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不懂他几时会发暴躁那样子，这个人几时会因为做什么东西要小心翼翼哦，不懂他这个人几时会然后发暴躁啊，所以那个人的那个人际关系那方面自然而然就一定是会被影响到的，而且最重要就是他会有很多毛病会开始出现啊，所以我真的是要比较强调情绪这个东西哦。而且还是可以提高运动表现，就是如果他们看着这个血验，他就是讲 OK， 他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血脂、血糖，可以增加饱足感，促进我们的
脂肪燃烧啊，就这些是 bonus 来的，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overcome 我们现在很常见的那种疾病。那绿原酸在我们的产品到底有多少含量这个东西啊？像我们的绿原酸呢是375倍多过普通的那个马黛茶，OK， 它是60倍多过一个普通的咖啡，给我们 Unimate， OK， 比一个普通的茶那个绿茶，我们这个绿原酸含量是多100倍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其实绿茶的那个等级是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啊，所以都100倍了咯。如果你比起我们那个雪茶的那个，然后中国茶，那个差别是不是很广？这样我想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了哈。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常运动的人，不过有一天我去百货市场，就看到这个女人穿到这个裙子真的是碎，我跟你讲，很好看，你懂吗？很苗条哎，我看了哦，因为这个裙子很像我厨房里面有一个裙子，好像那个裙子啊。我看了哦，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我很羡慕她，我想要她这样子哦。所以哦，我就OK， 跟我自己讲，我要好像她这样子啦。而且那个衣服一直在我橱里面，所以然后我就 have to do something 啦。所以我就想尽办法，有什么运动我可以做去，然后燃烧掉我那些 spare tire 啊，我快点就是休息一下它咯。啊，这样我就想到，哎，可以做这个运动，这样我就做咯。哇，想不到哦，其实很难做一下的嘞。那时候我就是做，哇，我还记得我都不能起到上来哦。我做那一半，我的手开始抖了啊，好像都不到30秒啊。哇，已经觉得很辛苦哦，真正很酸，你知道吗？要撑得上去，那感觉是很辛苦啊。然后我的脑部就是很多负面的那种想法开始出来咯，就是做不到啊，你不能做的啦，不用做的啦，啊，这样就真的是不到1分钟啊，我整个人就放弃了，啊，我就不要做了啦。但是哦，当我冲完凉凉过后嘞，开那个橱，还是看那个裙子哦。如果不穿那裙子，真的不能呢。这样我就讲，哎呀，不可以哦，一定要 do something 哦。啊，这样我就想到，哎，是哦，有密码对哦。啊，这样我就 try 看喝啦，看你会有什么分别子。啊，这样我就喝那个密码对哦。喝了过后哦，我觉得是我人生第一次有这样子的经验，是好像哦，我一喝了哦，不知不觉哦，我的头脑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多这些杂声啊。因为通常我做那种不喜欢做运动的人，就是。很多负面的那种想法就出来啊，哦，你一定做不到的咯，这样难，你怎样可以撑得下去哦？你可以咩？哇，那种想法没有掉，怎么好像轻了，反而觉得突然间有那个自信去做哦，啊，就诶 ，OK， 不用紧，我们做咯，啊，然后哦，那种想法就开始来哦，那种正面的想法，好像诶，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呢，诶，这个其实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啊，诶，也没有，你这么痛啊。啊，这样子做了哦，做了2分钟，懂吗？然后一瞬间过了，两分钟了，我都傻了，诶，真的这么2分钟吗？我看了，因为看到一次，诶，真的是2分钟，诶，哦，那我觉得，哇，这个对我来讲是个很深刻的印象啊。这样，如果你觉得，OK，for 那种每次运动的人，可能我的故事就，切，没有什么大不了，就是没有那个嗡嘛，啊。这样哦，我们这里就有这个超级马拉松，一定可以给你那个 OM 的。这个人呢，他成功突破世界纪录啊！他不是跑那种20公里啊，他是跑160公里啊。OK，这个距离哦，就是好像你在 KL 驾驶下去马拉哥那种哎哦，而且人家是跑着去的哦，在12个小时里面完成这个记录哎，是不是很厉害嘞？这样我觉得这个 Unimate 是很好的，就是不管你是一个很常运动的人，或者你是不常运动的人，好像我这样子，诶，都可以感受到它在我们运动的表现那方面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而且我还没有接触到 Unimate 之前呢，我是很依赖，非常依赖咖啡的，我是那种哦。早上不喝咖啡哦，是不能做工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的那种。
不会喝了过后呢，他就给我那种发抖了、哦、心跳会开始加速那种啊。就我以前以为这个是好的现象啊，不过我一喝了 Unimate 哦，我第一次啊喝到没有这个症状了嘛？来、like, ，咦，怎么没有发抖了？反正头脑清醒哦，而且哦，喝了这个咖啡哦，你一定会觉得很紧张的。以前就以为这个紧张呢是个好的情绪来的。啊，因为我没有喝过Unimate，我就以为这个紧张哦，就是哇，就是哦，很负责任啊，什么什么哟、哎。不过、哦、你喝Unimate哦，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哦，你是开心啦，不过你是很稳定的，你们情绪那方面是很镇定的。不过这件事其实是很清醒的啦。然后哦，它更好的就是那种自信会出来啊，好像咦，我平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人，哎，突然间哦。真的 positive 那种想法会出来嘛？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很常喝咖啡呢？那是因为它会给我们一个很 high 的感觉啊，喝了就觉得诶很精神这样子、啊、不过当那咖啡那个效果一没有过后哦，就直接会很累的，哇，你就觉得很累，打瞌睡的肯定了。不过 Unimate 呢，是我唯一一个饮料喝了哦。是可以我给我可以给我那种很长久的那种专注力，我有试过啦，就是我喝 Unimate 就做东西做到一半，诶，突然间就三四点，你没有想过累这个东西哦，就是没有想过会累的哦。而且喝咖啡是很容易上瘾的东西咯，所以第一，如果你不喝就不能，而且你一定要喝第二杯啦，如果你早上喝一杯，下午不再喝那一杯呢，就会觉得不是滋味、哦。不过 Unimate 就完全不会给我这种作用的、哦、第一次我觉得很 free 啊、哦、不会说好像一定要喝这样，我要喝可以，我不喝也无所谓这样子。而且这个就是最最危险的那个部分，因为它会隐藏了很多卡路里，你这样子喝一杯哦，至少啦，我跟你讲至少400卡路里啦，就白白这样子嘞，好像一碗面这样子白白就进去身体里面，你讲不肥都假啦，是不是？ Unimate 讲比才三卡路里而已，真百倍的差别，懂吗？而且没有糖的哦，你放了柠檬下去哦，真的是很爽快很好喝的。那还有一个营养素，为什么把 Unimate 做的这么特别呢？是因为还有这个可可碱。这可可碱呢，就是在咖啡没有的这个东西。也所以我们为什么喝咖啡呢？一那个效果一没有，会直接很想睡觉啊，因为它缺乏了这个营养素。这个就是能够给我们维持很警觉那个状态哦，可以一直专注做东西，不会觉得好像分心啊，很容易就是 distracted 啊。这个东西就只能可以给到我们那种专注力啊。这样你就不需要再吃三排巧克力来得到这种成分了哈。我们一个这么小小的一包就可以给你多过一倍的那种效果，三倍的那种效果，所以你可以想象了哈。最后我们有这个营养素，就是叫做皂素 ，OK， 不是肥皂 ，OK， 不要担心吃了这个会有肥皂在里面，这个叫皂素，皂素。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营养素来的，它、哦、能够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刚才我们是 有学到咯，就是那个、压力是会损坏我们的那个损坏我们的脑袋，且使得它不能够再生。那这个东西就很好，如果我们的脑袋有这个能力的话呢，这样我们刚才压力那个问题就会解决掉、嗯、这个对抗那个问题。而且科学家也发现到它能够很自然的回复我们大脑的荷尔蒙失调啊，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就是 balance 回，其实这种很难很难可以得到这种效果，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依赖药物啊来给我们脑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复、哦、而且更好的是它能够提高忍受压力的能力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怎样讲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因为讲真的我们人生呢一定会有很多挑战的，尤其现在是有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情况哦，还没弄到经济啦，
它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人生的东西嘞，会 很多困难啊，所以我们是不能够逃避我们人生的问题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焦虑的问题啊？为什么人会这样担心？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失去了能够承受压力的那种能力啊。所以就是这个，我觉得不只是有焦虑问题啦，我觉得是我就是我比较正常一点哦。不过我觉得我是会是要，然后就是能够承受压力的这个能力哦。那就给我们勇气咯，可以去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啊。这样，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特别的那个能力哦 ，That's why 现在很多科学家很专注招数这个营养素，他们在做很多实验啊，很多研究，就希望他有一天能够代替药物啊，尤其是那种对焦虑跟忧郁症的那种问题。所以 Unimate 是唯一一个饮料是能够给我们全面的照顾啊，在我们的情绪那方面啊，在我们的就是决策那方面啊，脑部那方面啊，给我们全体的这个健康那方面给我们更好的健康。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 Unimate？ 因为它是最好的选择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需要 再多说的哈。在心灵那方面可以给我们专注力哈，警觉跟那种推动力啊。有时候我们就是久了啊，好像没有那个火啊，啊，这个就给我们那种火咯，那种推动力要去完成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情绪那方面啊，它就可以给我们稳静下来，给我们镇定。诶，最重要就是给我们自信，嗯。那当一个人有自信的话哦，他对人生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做得很好，工作啦 ，OK， 就是在建立可以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咯啊，人家就很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啊之类的。然后还也是会使到一个人比较会有耐心啊，也是这个也是很重要，不会轻易放弃，半途而废啊。所以什么做什么东西呢，不会这么容易想到哦很负面啊，我就不要去做了。然后最终就是能够保持正面积极的思维啊，这个也是对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更加爱护自己的头脑，给我们脑部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就是尽量不要给它被压力影响到。所以我的演讲的分享就到此为止，那我就会把那时间交回给CK。 嗯，好的，谢谢 Claudia 为我们讲解这个马黛茶 Unimate 的这个产品的好处哦。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问答就是回答问题的环节的，所以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打在那个 chat 那边，然后你可以写中文是没有问写英文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就会解答，再以中文来解答。在我还没有进入这个问题的这个环节的时候，我其实是想讲一讲这个产品了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亿万元马币的产品啊，就是很多钱的。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一个茶在我们说在马来西亚。其实在全球了哈，我们其实嘛，Unicity 是唯一一家，在出这个产品的，哦，所以是独家的，所以在马来西亚肯定是，或者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好，文莱也好，其实我们是唯一一家，公司是有这个产品的，这个是唯一的哦。所以其实假如大家懂得怎么样子去卖一个只有你有的东西哦，其实那个市场。哦，是非常大的 ，OK。然后，我们讲说，因为这个Unimate 的功能是非常大的，所以它的市场是也是很大 ，OK。我就打一个比方来讲，好像讲学生来讲哈，我不要讲婴儿啦、小孩子那些，我们先不要看那个市场，我们就从学生开始啊。学生，成绩要好，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要有很有专注的那个。我们讲说那个精神去就是说去
读好他们的功课之类的，就是所以他们需要这个专注力，所以我们讲说 Unimate 可以给到他们这个东西，所以全部家长都希望说他们孩子可以拿到第一名嘛，全校最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好对学生来说。这样工作的人，就好像我们这些工作人的话又怎么样呢？也是非常需要这个产品哦，因为我们讲说这个产品可以让你有更好的那个决策力哦，就是在你中国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就是可以比较专注的哦，然后也很有坚持力之类的。所以我们讲说对于工作人，因为我们工作的话我们也希望说老板对我看到我们工作很好哦，所以这个产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因为在工作的话我们都是有家庭啦之类的，所以我们都是很没有什么时间，没有什么精神的，所以这一个产品其实非常的有用。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用过了，它的专注力哦，其实当你喝下去的时候，它的专注力其实是你假如你有用过的话，你就会有那个感觉，就是你非常的就是好像说很注意做一样东西的，你可以很专心的在做一样东西啊，虽然可能外面有同事在讲话啦还是之类，有一些人在煮东西啊，香香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受到影响的啊，你都可以很专注在做你的东西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讲工作人家庭有家庭人，中年人需要这个产品吗？其实更加需要的，因为中年过后就是慢慢开始健康就是开始退化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产品其实非常有效。然后 老年的话更加需要了，因为老年人我们讲说他们都是有脑，就是说脑部会有一些开始有一些功能有一些下降的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对于老年人来说。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全部人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只有婴儿我们先不要讲就从学生开始就已经到老年的，我们讲说顾客我们都是可以我们可以去看。我自己本身有一个经验不痛的就是所以我每次我上班的时候，假如我早上我的头有一点点痛的话，我就知道大概在3到4点的时候我就会就是会就不能够真的很专心的做工。像第一次我拿，就是我们刚刚有拿到这个Unimate 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用了。像第一次我用的时候，在10分钟里面那个头痛就消失了。这样我就觉得可能是第一次了哈，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这个功能。这样接下去又有一次又那头痛又来了，所以我就又再喝一杯下去。这样过后就是他的头痛的程度没有增加 OK， 因为我的是慢慢，我不是偏头痛，但是我是慢慢早上的时候他是比较轻的，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慢慢越来越严重。这样他没有越来越严重了，这样他维持到我回到家吃完晚饭差不多要开始要睡觉的时候，他就慢慢就开始越来越痛这样子。这样我觉得可能是我不晓得他效果是怎么样，所以这样这个是第二次的经验啦。这样接下去我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我又有开始有这个感觉，所以我又再用一包这一次也是一样，跟第一次一样，就是10分钟里面就没有了，然后过后也是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它真的对于脑部的功能其实是非常的有效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讲说头痛的话其实应该是对这个东西很有效的啊。然后我们讲说因为很多时候这个马达茶这个 Unimate 很多人都对它的我们讲说味道，其实我也是其中一个我不喜欢它的味道之前我觉得那个薄荷的味道加在茶里面是有点奇怪的。这样过后有一些我们说就是我们公司人就说加柠檬啦，这样我们有去尝试加柠檬，其实加了柠檬可以喝热的或者是冷的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这样我本身有再去研究
克其就是加其他东西，就是我们讲这个那清零啊，就是那个lime 嘛。OK， 我每一次加两粒，然后有加冰，过后我泡的那个Unimate， 我觉得是非常好喝。OK， 它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我们讲薄荷的味道，更加好喝。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放两粒这个青柠。假如你觉得太酸，你可以放一粒啦。哦，然后你放冰的，我本身比较喜欢喝就是放冰的，是非常好喝的。那一天我有一天我是有很想要喝汽水的 ，OK， 但是不过我会突然间想到，哎，不然我就喝 Unimate， 因为我之前我就尝试过用这个来泡，所以我在喝那个就是 Unimate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它好像跟我喝汽水一样，就是有满足到我自己想要喝这个饮料的哈。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今天我也是有带出来哦，这个，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我的救命宝这样子哈，可以救我的命啊。好像头痛的话，还是情绪不好，还是什么的话，我就马上可以一包就这样子就泡水这样喝。OK， 所以这个是我的就是在用这个 Unimate 的分享。其实我用不久哈，才一个礼拜多。我已经尝试到它的那个我讲说它的那个功能啊。像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就是观众可以让他其实有一些分享啊，让我们听的，就是说他的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分享啊，就是我们的Jack 啊，Jack 你有在吗？嗨，晚上好。OK， 我是新加坡的 Jack， 大家晚上好。那么我第一次用 Unimate 的时候，是因为我在驾 Grab。那么产品一出，我还没有买，不过我的朋友已经买了，他就跟我说，这个 Unimate 对他起的作用非常好。他就介绍我先喝，他就把了一包拿了一包给我。那么我们在驾车嘛，对吗？通常我的本身的体质哦，能够撑到9:30，我们从大概6点多7点开始驾，撑到大概9:3010点就不行了，精神开始慢慢的下退。那么那一天呢，我就拿一包来喝。喝了就坐一下子，那么重新再上路。诶，我就发现当我在驾车的时候，我的头脑非常的冷静。那么你也知道，在路上这些驾车的人有很多是没有礼貌的，会让你驾车的那个压力和焦虑一起来，那么就影响了你的脾气。喝完了那一包之后，我就发现，诶，他怎么乱，我都非常的冷静，在驾自己的车，在 highway 也好，在市区里面也好，都不会有一些杂念来干扰，所以我就很奇怪这件事，为什么这包饮料有那么神奇的效果？那么后来我就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就联络了我这位朋友，我说他。我喝的是这样的感觉，你喝的是什么感觉？他说是啊，就是这样啊。本来说心情很暴躁，因为在10:30开始的时候，太阳就很刺眼了。那么路上车又多，你会觉得很烦躁。但是他喝了之后，跟我有同样的效果，就是能够冷静的开自己的车，专注自己的那个路线，也不会乱，也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乱骂，我是发现说，诶，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我好像还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饮料能够提神安宁，让你冷静的去思考和计划你前面的路要怎么走，所以我觉得这包 Unimate 真的是很好，谢谢。好的，谢谢 Jack 啊，OK，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我说这个 Unimate 这个功效啊 ，Hello， 听到吗？
好像没有聊天的感觉上。Hello， 听到吗？听到，听到，听到哈，听到。OK， 这样子我们听到刚才Jack 的分享，有吗？有听到吗 ？Hello， 大家有听到吗？我的声音吗？有有有吗？有有听到，有听到。不过 CK 我听不到哎。Hello， 其他人有听到我声音吗？大家听到 CK 的声音吗？ Okay. 还是只有一个人听不到？有啊，有听到，没问题。没问题哦 ，OK， 好，继续。就是我们大家有听到说，我们讲说这个，Jack 的一个分享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其实这个茶对于很多方面的一个功能啊，都非常的强大这样子。像像我们现在的应该是我们讲说那个问答的环节哦，所以 Claudia 可以Claudia 你有听到吗？那个问答环节，Hello，Claudia 有听到吗 ？Hello，Hello，OK，OK。啊，现在是那个问答的环节哦，请请你答一答那个问题哦。OK， 不好意思，刚才有点问题啊。大家可以、okay. 可以写在 chat 那边你的问题啊。OK， 第一个就是 Claudia 有时候 terror park。Yeah, actually, Uni Mate 是很厉害的哦。它的作用是巴卡料的，其实。OK, 那 Uni Mate 跟 Uni Mate Fuel 有什么分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OK, 那 Uni Mate Fuel 它的怎样讲？它的 focus 是 on 那个燃烧脂肪啊，还可以帮助我们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我们的那个 focus 就是要去减肥啦，比如说好像我嘞要去完成那个 spare tire 呀，啊，这样我是现在就会比较专注去喝那个云尼马丁 fuel， 因为它用到我能够进入那个燃烧脂肪那个状态。不过云尼马丁呢，就是给如果你是要有那种专注力的啊，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好处，就是在情绪那方面啊。或者专注力啊，如果你觉得四周围啦，你做工的环境哦，会有很多声音啊，你就被这么容易分心哦，那就真的是可以给你那个长久的那种专注力啊。就如果你是比较想要补你的脑的啊，我就会建议你去喝那个 Uni Mate 哦，因为那个茶叶是真的是可以补。不过我觉得啦，是我自己啦，好像又在我又要减肥，我又要脑力哦，所以我有时候会掺两个在一起喝啦，我觉得是不错一下啦，嗯，就看你自己现在的那个 focus 你是要做什么了，嗯 ，OK， 然后 can children of several years old drink it 啊，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几岁可以喝 ？OK， 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来开始讲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小孩子那方面的那种实验啦，我们没有真的是做啦。不过如果你是讲那个人，好像比如说可能12岁、13岁这样子，讲讲咧，马黛茶是一种，也是一种食品啊，就是一种茶嘛。如果他真的是药师啊，就搬到这样子咯。啊，不过我们咧，如果 unless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有什么，如果那孩子是真的是有什么状况的话，这样我们是会建议去就是去问一下医生这样子的。嗯 ，OK， 我觉得好像 OK，Yes、okay, for depression we help。OK， 其实我也是有遇到很多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因为我觉得就是忧郁症哦，而且焦虑现在其实是一个很 you know it's a real problem 啦。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人是有焦虑或者比较中等的那个焦虑，我觉得那个马黛茶呢其实是可以帮助的。嗯，因为我是还是可以帮助的啊，它就可以帮忙就是冷静咯啊，早上尤其是早上跟下午的时候喝，我觉得是很好啊。不过就是不要晚上时候喝啦，因为马黛茶这个东西就也是有点咖啡因的，如果你就是太迟喝，就是怕你不能睡咯啊。不过如果这个人的那个忧郁症呢是比较就是比较严重的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们那个荷尔蒙哦已经是很差别是太大了哦，在那种就是必须要吃药物来控制他那种情绪了的啊，在那种类我就觉得如果我们单单靠 Uni Mate 的那个就可能呢就会不足够
啊。不过如果那个人是要尝试的话，他是可以 try 看问医生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给一些资料，我们也是有点这种clinical paper 就可以就是给医生看一下，看他们的那个想法是什么了。不然要不要不然的话，我觉得给一般人啊，讲真的，一般人我觉得这个 UniMyDay 是真的可以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稍微一点点焦虑啦，我觉得都是会有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帮助这些人咯。SK 有什么东西你要再补充吗？好，我觉得应该是Hello，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哈。OK， 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分享会我们是到这一边了。这样在我们结束之前，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video 让放给大家看的，所以大家看了过后就可以更加了解我们这个产品哦。这样谢谢今天大家来到这个分享会，然后也谢谢 Claudia 为我们做这个分享了哈。这样好就是我先跟大家说再见哈，大家可以观赏这个 video 了。好，谢谢。Those who don't look forward stay behind. This is why at Unicity, we're building off our heritage and a 1,000-year-old tradition to usher in the next stage of metabolic and mental health. The yerba mate plant has been used in South America for centuries for its powerful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benefits. We've developed a patented process to take the scientific potency of this plant to a whole new level. With yerba mate as its primary ingredient, Unimate is unrivaled in its ability to promote proper gene expression in the body. Unicity's patent-pending genomeceutical science allows maintenance of the metabolism in ways not thought possible a few short years ago.Yerba mate grows in one of the most fertile and pristine places in the world, a region of South America known for its lush vegetation and rich red soil. This is the only place yerba mate grows, and we harvest it here at the source. Using our patented five-step process, we then take yerba mate and increase its effectiveness and benefits by selectively removing and enriching the gene-regulating compounds from the plant.Each leaf is hand-picked to ensure only the highest quality material is used. Then batches of these leaves are fire-roasted to activate the molecules and produce the most bioactive material. We then target and extract the most potent molecules from the leaves, producing a more concentrated and powerful material 375 times more effective than traditional yerba mate. We then remove any impurities or contaminants, resulting in the purest and most effective material in the industry.Unimate contains high concentrations of theobromine, L-theanine, and chlorogenic acids, which are widely known for enhancing our mood and productivity, making Unimate a more effective and healthier alternative to your typical morning drink, like coffee, tea, or energy drinks. Unimate supercharges the qualities of traditional yerba mate to produce a variety of powerful benefits.It enhances your mood and sharpens your focus. It enables you to take action, do more, and push yourself further. It can improve your overall perspective, like turning on the lights in your brain, maybe for the first time. Unimate is a fundamental part of a healthier future and is exactly the type of revolutionary product you'd expect from Unicity. OK， 今天的演讲就到此结束。这样，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样以后我们有什么这样子的营养讲座，我们一定会宣传给大家知道的。OK， 好，拜拜。